找到自己有兴趣的工作就可以了，对，然后如果有钱买车这样最好。再次感到很沮丧，我微笑。去国外看球赛啊，然后看 NBA 什么的。希望我明年可以拿到双学位，然后去美国念书。可能就是把英文先顾好，有机会的话再出国游学。可是就是希望找到一个很稳定的工作。赚一百万吧，然后开一家车店。为别人看我不屑目光，昂首飞。得到硕士学位，然后有房子有车，然后可以赚钱养父母。我以为我已经累了，无法再回头，没有目标的翅膀。我试着飞越那扇窗，温度却让身体再次感到很巨。我希望能够更诚实地面对自己，然后跟一些三十岁以前的自己或过去做和解。我阳光，我跌倒始终成长，我哭是一种释放，我存在不是假象，我不管我倔强。变得更坚强，为执着感受执着。